秀全为其女张旭，才皇上对王爷之好啊，乃是皇后的武道人鲁迅虎。武将在后堂备酒为武道人接风。是。武道人请。请。领圣旨，满堂升怀，大彩楼挂红灯了。诸位乡亲，我家小女身无才女落眼之容，也绣花出貌，却言才貌双全，琴棋书画是无一不通。今年方爱芳带你将归中，城门大理王华定断这笔的恩嘴，可许小女在此嘲笑前招婿。王有一个几位回男子，亲闻俊在楼前，阿香快点赶紧出来。哎，这是俺皇上恩赐的大喜之子，可不要耍小孩子脾气呀！快请快点出来，乡亲们已经等不及了。Thank you.